查询数据，历史在线，取信回复。看单量，碳含量，硅含量，修正的配料，给你估算的配料值，结果仅供参考。最主要的是测碳当量、碳含量、硅含量。这个进口仪器也是测量这个两个参数，碳硅就是碳硅分析，主要是测碳硅。下面这个修正值是给您参考的，给它一个目标，目标可以给它一个目标，再给它一个重量，根据测量的结果，它会接近目标进行修正，按照接近的目标进行修正。这里有给它的目标，硅铁200，碳含量、硅含量、铁液重量，它测出来的结果以后需要调整大概6.9公斤的硅铁，这个只是仅供参考，最主要还是碳硅结果。自动分析、自动保存，关机的话一键关机，一键开机，